今天吃个这玩意儿，叫什么？云南的特产叫酸角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我买回来能有一个月了吧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不像好吃一样，放在冷藏里就一直没吃。今天收拾冰箱，然后给它收拾出来了，也不知道坏没坏，尝尝啊。里边还有骨，应该是没坏，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它这个籽儿是真多。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就像是什么果脯似的那种。别说，还挺好吃的，不难吃，挺好吃的。早知道味道是这样的，我早吃。甜兮兮的，还有点酸味儿。就是像吃的那种什么杏子啊，还是什么西梅那种果脯，类似于那种果脯的味道。我看刚才那个它蹦出来的感觉像植物，以前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，在这往外吐豆打僵尸。